哎呀，无所谓，进来了，嗯，马上三百人了，马上三百人，家人们，马上三百个人助力。马上三，你妈这老爷们儿妈一点眼力见没有，一点眼色都没有，真想妈给你两撇的。天南地北，唐艺最美，抖音不倒，陪艺到老。哎，饿死！就是屯屯在后边呢啊，我们先那个拍老板有流量。哎哎，老板来了！哎呀，特别飒啊、哦，特别飒的出来了，特别飒、嗯！哎呀，这小步伐，这小步伐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哎呀，这司徒沙，这司徒沙来了啊！嗯，那当然了，拍老板流量啊，四五千人了，这不就行了吗？那我乱说啥了？我乱说呀？被光点亮，音乐又在奏响，千万的目光。哪个 DJ？ 没意思，老东西。老大这还能给俺整？哈，小熊猫，等等，小熊猫这。马上五千人了，家人们，马上五千人，咱家一起上上人来。现场的朋友们，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想要上台表演节目的，我们往前面站一站，好不好？啊，可以上台呢。啊，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现场观众上台唱歌表演的环节，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一下，我们可以来这边报名啊。对，因为等一下我们这个呢是。不能临时报名，对，来这边找这个龙哥，想要上台的，我们来这边啊，没有吗？我来跟着。这边的布置的长得很白，白啊，进来了，是的。对，现在很多粉，现在高点有一分钟就发出了，好的，今天唱首歌，来，下面粉丝灯牌现在点亮了，小龟龟，多久？限量就是。我跟他不是一起唱的时候，重新打个。你要拍啥时候？其实我跟你说，很多时候都是老板亲力亲为，看着没？所有的一切都是老板亲力亲为，做什么事情你知道不？你看着没？噼里啪啦的，真的。
老不容易了。所以说这次啊，直播间所有家人们也是老板的第一站啊，陕西和平音乐彩虹的那个教室。咱们今天晚上所有的宝宝们啊，咱们打赏功能关闭，咱们可以捐款的形式，或者是说开那个会员啥的啊。嗯，来直播间所有的美眉哥哥姐姐们，我房间所有的美眉大宝贝们啊，来咱家现在此时此刻没有给飘子咱家点关注的，咱家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家人们没给飘飘咱家点关注的，咱家点一个免费的关注，谢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啊，没给飘的参加站榜的，所有的家人们给飘的参加站个榜。还有最后的十多分钟啊，咱家棒棒糖哥哥姐姐们、兄弟们姐姐们，棒棒糖还差最后的370个，来，咱家棒棒糖就剩最后的300多个了，能给飘的参加，幸运男人一人一个棒棒糖，来，咱家给飘的把棒棒糖咱家完成，来。欢迎我亲爱的洋洋姐姐，欢迎我的好姐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遇高峰期。家人们，棒棒糖啥的给飘子来咱家走一波来。给飘子咱家走一波棒棒糖，所有的家人们。家人们，咱家欢迎一波我洋洋姐姐，洋洋姐姐来了，过来看糖宝来了，也过来看看小飘子。来，在所有的美眉哥哥姐姐们，房间所有的美眉家人们啊，咱家现在此时此刻。给飘的咱家把棒棒糖咱家一起走一波，咱欢迎一波啊，家人们。谢谢咱家我的何必呀，感谢何必，谢谢我姐，感谢我姐的梨花糖。对，家人们欢迎一波，我今天一天了我都没完成我的心愿单呢，谢谢我姐。家人们打波感谢吧，谢谢我的好姐姐。对，家人们打波感谢。咱家把棒棒糖咱家完成行不行，家人们，咱家把棒棒糖咱家一起齐心协力完成吧，棒棒糖还差350个，家人们，最后的350个了，家人们感谢一波洋洋姐啊，帮我飘咱家感谢一波。对，小飘出来的时候吧，也希望就是直播间所有的每位兄弟们姐姐们啊，咱家闪飘大队啥的给飘到咱家走一波行不行，咱家有棒棒糖的，咱家有小心小花花的一毛钱小礼物，咱们给飘的咱家一起占个榜好不好。老板在那块忙呢，谢谢行，感谢早的宁心，祝唱有小爱屯屯啊，这屯宝不在这儿呢吗，屯宝来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了，家人们，咱家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说能给小飘咱家助力的宝宝们呢，就剩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了，谢谢我姐，感谢我姐的棒棒糖，家人们，我有希望了，我这棒棒糖还差100多个，来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别让那个洋洋姐自己上，咱自己家的哥哥姐姐们，家人们，咱们一起帮帮小飘的，咱家一起上一上，老板会给直播间去说的。啊，那个牌会在直播间说的，因为我的号特别敏感，我刚从那个什么小黑屋出来，我怕我说多了这那的，我怕谁们又举报我，我不敢说，不知道行不行啊。完，家人们，老板第一个段子大家去看一下，完了我就这一个号了，现在我不敢说太多，宝子们啊，老板会跟大家去说的，行吗？能理解一下不？晚上就是7点，你们锁定老板直播间就可以了，好不好？来了，家人们，你们就锁定老板的直播间就可以了啊！来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棒棒糖，谢谢你不回，感谢蓉蓉。来直播间所有的每位家人们，咱家棒棒糖的大队还剩最后100多个了，咱们一起给飘的来咱家完成一波，最后100多个棒棒糖，宝宝们，最后100多个棒棒糖。哎呀妈，这家伙赚的，这家一位一的。让他备台吧。55表演，55表演，小孩子就开表演了。谢谢我蓉蓉，感谢咱我的主佣，谢谢我蓉姐姐。对，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咱家还剩最后100个棒棒糖，最后100个棒棒糖了。哎妈，这大哥，你说这大哥还要进去，这可不行啊！你得结束完事了以后才能进去。谢谢我无所畏惧，感谢我姐。谢谢咱家我的兜兜，对，直播间所有的美眉大宝们，咱家还剩最后几十个了，还剩最后的6个礼花筒。谢谢糖糖。交通事故，请拨打110或直接向现场执勤交警求助。哎哎，
哎哎哎呀妈呀，谢谢不悔，感谢你不悔，谢谢不悔，感谢感谢。哎哎，正好能看着这男的是谁呀，翻译队的老挡我视线，他说你说他又去了，你干啥呀，别挡我视线看老板行不行。对，咱们今天晚上锁定老板直播间7点啊，7点，这是老板第一次，家人们，这是老板的第一次啊，咱们那个就是第一站，应该是第一站，咱们这个佛屏啊，佛屏，咱们7点，咱们就是说全体都有，咱们就是回直播间看给家屯宝，屯宝在里边呢，一会儿看行不行，我猫不着他，我也不能进去啊，我进不去的，家人们能理解啊，回一会儿出来我第一时间让他给你打招呼行不行啊，蓉姐一会儿让他给你打招呼啊。来直播间所有的每位大宝贝们呢，所有的每位家人们，咱家还剩最后的几十个棒棒糖了，马上完成最后的几十个棒棒糖，丫头在里边呢，嗯呐。来了，老板来了，老板来了，这儿呢，这儿呢，这儿。老板来了，老板来了。老板。越晚不要靠近河道等有危险区域，尽量选择平整光亮区域通行，防止发生危险。蓉姐姐让你打招呼，蓉姐遇到突发事件、啊、给你打招呼了，打招呼了，蓉姐看到你家屯宝了吗，要在公安民警是不是给你打招呼了，人员的指挥下疏散，并注意收听现场播音提示。来来来，我说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音乐啊，为确保本次活动安全顺利举行，根据汉中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强低慢小航空器飞行管控的通告要求，看见了是不是，蓉姐看着了，2024年10月18日18时给你们打招呼了吧，佛坪中学体育场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低慢小航空器飞行释放，主要包括无人机、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直升机、滑翔翼、三角翼、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飞艇、航空航天模型、空飘气球及孔明灯等其他空飘物。对于违法违规飞行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制止，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2024金秋佛屏熊猫之夜金银谷公益音乐会安全须知：一、辖区群众和广大游客尽量选择公交出行或步行，如自驾出行，请自觉服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严格按照规定规范停车。夜间返程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谨慎驾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遇高峰期道路拥挤，请保持耐心，严禁随意加塞、随意停车、随意超车。遇交通事故，请拨打110或直接向现场执勤交警求助。二、听从安保人员指挥，有序排队进入安全通道，主动配合人身物品安检后，还剩最后80个棒棒糖，家人们，80个棒棒糖我就完成了。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啦！等一下，再继续来。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啦！啊！非常棒，非常棒！哎呀，真可爱，美。美不美？美。谢谢哥哥，小朋友就是好。少年，家人们，老板要上少年今天。没事，动作我在台上教他。老板要唱少年，嗯，看这些宝贝们要唱少年喽。所以你们从左边下去吧。谢谢哥哥。稍微平，稍微平，简单点。谢谢米米。这样爬下去的啊，听到没有？本人更漂亮。记住了吗？记住了。
去站着我们的不行，这么胖。哎哎，谢谢小朋友。我死了，我妈的！谢谢师尊，感谢小小贤，谢谢有你。原来你不往前面走，你看这个。我死了，我。等一下，我慢慢跑。他们跑不了。好容易。一二，嘿嘿。你坐这儿。我是能钻，我这啪啪，我这钻一下，那钻一下，就为了拍老板。我也不管什么保安他妈的拦我，我就往跑。嗯呐，我妈有不要脸的心，谁愿意说我就说我。刚才那保安们把我拦住了，我一下我就钻过来。给我眼神，我就假装看不见。所有的宝宝们，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我所有的亲人们、家人们，咱家的心愿单我知道完不成了。咱家还剩最后70几个棒棒糖，能给飘到咱家完成吗？我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咱家就剩70多个棒棒糖了。我小点声，别让老板听着。行，我他妈70多个棒棒糖还要着，嗯呢。家们，咱家棒棒糖最后10个了，能给飘飘咱家一起上一上吧，宝宝们。就把最后10个棒棒糖了，家们，最后10个，哎呀，谢谢有修全，感谢有你，谢谢，把都给老板带上了。谢谢我蛋丁，感谢我的火炬，谢谢达达，感谢达达，来给老板带上了，谢我玉仙糖，是不是最清晰了？这块看老板，哎，我的未来不是梦，嗯。老板今天就是说选的歌都是特别励志的，完了接近就是儿童的那种的，知道吧？所以今天晚上7点啊，老板马上开播，老板开这边我就下，咱们全体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咱就去老板直播间，今天晚上帮老板充人气，老板把礼物打赏功能关了，咱家就疯狂的点赞，好，家们疯狂的点赞。来，所有的美味哥哥随手看他们这些歌，来，所有的美味宝宝们啊，所有的美味家人们，咱家此时此刻咱家必给飘的点赞了啊。屯家的大姐是吗？哥哥吧，徐国权应该是啊，是姐姐吗？对，大家人们，咱家就多多点赞给老板就行啊。最后40几个家人们，40几个棒棒糖了。哦，真是姐姐呀，我还以为是哥呢。好，谢谢，感谢姐。来直播间所有的美味宝宝们，还剩最后40多个棒棒糖啊、哦！咱所有的美味宝宝们，咱家40多个棒棒糖。屯屯刚才不是看到了吗？腾腾，腾腾，谢谢咱我的拱北啊！来，咱直播间所有的宝宝7000多个人呢、啊。啊，咱家7000多了，所有的美味宝宝们7000多个人喽。所有的美味家人们，7000多了，7点，等一会儿老板再对。哎，我们现场的观众，谢谢。如果您有自带的无人机，请不要再起飞，谢谢。谢我杨哥，感谢杨哥，谢谢小的疼，感谢大家，谢谢米米。我们现场的无人机，请不要再起飞了。看着疼疼了吗？谢谢大家。为确保本次活动安全顺利举行，疼疼。根据汉都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强30多个家人们30多个棒棒糖了飞行管控的通告要求，严禁离话筒，咱要能都完成，今天就牛逼 class， 穿鞋不穿袜子。2024年10月18日18时至23时，佛坪中学体育场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低慢小航空器飞行释放。谢谢荣姐，主要包括无人机、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直升机、滑翔翼、391。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飞艇、航空航天模型、空飘气球及孔明灯等其他空飘物。对于违法违规飞行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制止，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谢谢家人们，感谢你们的帮忙的，准备了，准备了啊、哦！老板马上开播了啊！不能，没事儿。开播就回家啊！开播就回家，说吧。屯屯正拿羽绒服来的，你开玩笑呢？哎呦，那首歌也可以。就差10几个棒棒糖，家人们，10几个棒棒糖，真差10几个了。能给飘到咱家完成吗？真的是最后10几个棒棒糖。
才是最后十几个棒棒糖，宝宝们。在美丽的陕西佛坪，住着一只活泼可爱的大熊猫丹丹。舞台已经表演了，舞台。丹丹是一只具有探索精神、喜欢奇思妙想的大熊猫，一直梦想着飞上蓝天，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亲爱的小朋友们，相信你和丹丹一样，都有一双好奇的眼睛，想去探索这个精彩的世界，听听不同的语言，感受多样的文化。童年是一场快乐的旅行，有欢乐的歌声和舞蹈。来吧，和丹丹一起乘着热气球，开启环球之旅吧。舞台都是小朋友，别看了，我怕违规，知道吧？我看小朋友了啊，家人们。台上最后十多个眼镜，咱家棒棒糖已经完成了。台上最后五个礼花筒，十多个眼镜。谢谢海涛，感谢他。把这个谢谢，感谢大家，我的九三八还是哎呀完成了，台上最后眼镜了，家人们，老板开播之前就剩十八个眼镜了，家人们，我有信心完成了最后十八个眼镜。那个丽丽，你一会儿锁定老板直播间就可以啊，锁定老板直播间。整天在睡觉，黑衣人穿海豚的跟我说陪他陪你。家人们，十八个棒棒，十八个眼镜。我最喜欢可爱的 panda， 真宠爱过的 panda。这个是老板糖衣，这位。车子不停呀，这个。可以吃星辰甜呐。小心朵。但是我不想做个 panda， 每天只会吃了睡呀。虽然我也可爱的抱着，舞台在表演呢，表演完老板就开播了啊。我说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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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在睡觉，黑人却还这么大，跟我说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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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都可以种下。来，所有的宝子们，没有大票参加，一人一个小心心，咱家占个榜，看一下能不能抽到五百个人占榜。来，人手一个小心心，宝子们，人手一个小心心，谢谢家人们。跟我说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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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在睡觉，黑眼圈还这么大。跟我说天大天大天大，做什么都可以种下。跟我说天大天大。天大天大，整天在睡觉，黑眼圈还这么大。跟我说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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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什么都可以装下。谢月片灵，哎呀，老板马上开播了，家人们，老板马上开播了，这保镖贴心是不是？嗯，老板马上开播，掌声送给我们小朋友。哎，好
啊，谢谢我亲爱的洋洋姐，妈呀姐我完成了，姐姐老板马上看，谢谢我姐，我今天心愿单完成了，家人们报票参加打不感谢178位，家人们178位帮小票把眼镜完成了，都给老板戴上了，谢谢我的姐，家人们报票参加打不感谢吧，家人们打不感谢，谢谢姐姐，还剩10个人500个人了，每位朋友领导还有父老乡亲们来到现场，我们的直播马上开始好不好，好，我先试一下哪个衣服好看啊，等一下看一下，应该说老板穿啥都好看，这面光有一点黑，对，哎呀真漂亮，看哪个好看啊，这可以吗，老板要试一下这个好看，老板换衣服不拍，都告诉我，咱家粉丝告诉我，老板换衣服说千万不拍，王导，这个脸上有没有马赛克？这好看吗？好看吗？粉色好看吗？老板好看吗？我感觉粉色好看。这个好看。粉色亮堂。粉色。粉色，都说粉色，粉色亮堂，你知道吗？老板换衣服，先不拍啊。你就放这个音乐开场。好的。好，我们的直播倒数3个数开始好吗？好。准备好了？三。一，直播开始，来全体都有去老板直播间，给飘子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家人们，给飘子点一个免费的关注，给飘点一个免费的关注，谢谢你们。来到哪？应该是欢迎我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现场，上来来一起分享直播间。喂，来欢迎随家回家，我们粉丝灯牌亮一亮，一起分享一下直播间，欢迎回家，去老板直播间，宝子们去老板直播间，拜拜。